Hello， 大家好，瑞文です。好，久违的 Dragon Ball Legends， 那么这一次的话就打算来抽卡一下啦，六周年第二弹，究极悟饭，哈哈。阿松跟托西是不是商量好了，我们陆续来出究极饭，而且动画演出也长得很像，动画演出是真的是还蛮像的，跟黄金周那一张。在第一弹的话是有推出那个北极豆跟狗鸡蛋，原本想说这个钻石存一存要抽他们的，可是结果第二弹出来过后是我喜欢的角色，那么就全部啦 all in 给我们的究极悟饭好了，希望会出来。基本这个激战传说偶尔会登录啦，主要就是用来收集那个卡跟卡面这样子。好，那么就直接来啦，三轮嘛，如果是抽到还有剩的话啦，可能可以去抽一下红神或者就是果吉大或者北极豆之类的。对，说这个动画演出方面其实就不是很了解，到底怎样才会出比较好的奖励呢？OK， 这张是不是之前的那一个？这都嘛得？这个悟饭是之前的那个 Beast Gohan 还是？哦，应该不是啦。可是是隶属的呗。这都嘛得？应该不是吧？之前，算了，我没办法第一时间认出来，有点小小的吓到这样子，是呢。哦吼，青天空是不是代表没有东西呢？从刚才我认不出那个卡面就知道我很少玩这个意见了。哦，那个应该是要有什么 Legend Limit 才对吧，那个是属于限定卡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分化吧。OK， 然后直接死敌，他在捣乱什么东西呢？突然间就卡这了，麻醉哦！原来是我的网线慢。好，那么接着联系抽下去了，一个子，这边可以抽蛮久了，好像是一轮是六抽嘛，哇，抽到来。然后这个究极悟饭，哦，头拜拜，怎么瑞？不过就抽卡动画来说，离间这边是蛮爽的啦。要砍击的话，至少要出一些好料出来。小普，小普，几时才会有呢？小普，三周。OK， 不过已经是出那个算起来是出一张限定卡。もう少し期待していたんだがね。いいよ。OK， 目标，究极饭应该是有机会达成吧。不过现在的也不知道是网线不好，还是今天激战的这个服务器的问题，因为下午刚才就出过问题嘛，所以就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一边的问题，走得很慢。然后修，对了，修今天修完了过后好像也没有补偿什么钻石哦。刚才上来的时候是没有看到礼物箱里面有新的钻石啦。喂，马吉加载这么久？
やべえです。太烂了、网速。哇，嗯，还吗？哎，到底是是我的问题吗？该来了吧？オラが行くだ。一二三。これがスーパーサイヤ人だ。这你可以直接跳过吧。可是这个看他有没有出特别的演出，是属于还蛮期待的事情。想要看那个布罗利在后面出来捏住那个大王的头。以前我有看过一次，好像是。哦 ，Sparking 应该是属于 SSR。哦，这样久过去啊，我还是没有什么会分。哦，マジ？啊，布罗利。私の炎。ゴルデンパイク喊。どうした？特別に。OK， 这边有没有办法给他快速跳过这个？要不然这个他们一个一个跳出来突破，实在是有够浪费时间的。好，接下来是 Step 6，哦，再转多一次，然后 Step 6就免费抽奖。嘛嘛嘛。然后我自己现在还在很犹豫着，一直在计算着 Celumax 要不要再补抽，每天在算，哎，要花多少龙石才够，实在是气息太近了，这个触卡哦，花了那个时间点，这次阿松真的是大成功，他这个一千颗龙石保底的银龙币计划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。当出来的那张船将实力还不错的时候，然后就会在想着，哎，这个一千颗龙石要不要给它花下去了？五个，吉纽特战队的那一个 Porto 五个好像是不错的，我记得。哦，巴达克，记得刚才群里面有跟我讲过，巴达克出来好像是有料的不？可是是要超赛巴达克是吧？马吉。無駄なことはやめ。来たぞ。私が始末してやろう。あ、つよ。あ、あ、お、お、那个是新的那个受苦物嘛？哦，不小心点掉了。俺に任せろ。不意就是宝，就不意就是那一张吧？やめてよ。动画这么帅。マジ？アロハ。アロハ。おもろい。来啦！布罗利 ，Sparking 罢了啊！咖啡被动画这么帅给骗去了，结果只是注目角色。哦，no 嘞，巴达克哟，竟然是这个样子。骂你，那就算了，只能叫小。OK， 好，这边就十抽的免费抽一个啫。不会三轮下去然后什么都没有吧，有这个可能性没有。可是我记得群里面好像有人讲都花了20000赚都没有东西，也是会出现过的。想想爆裂，嗯，大概就一样的抽卡概率。目前只是有一张小普嘛，哦，又是五个 bottle， 妈吉又有机会了吗？不走！他们哈！哦，非常普通。行きますよ。行きますよ。ではレッツゴーじゃ。呀，卡梅星星，我一直在期待他的推出。息の根を止めてやる。啊，究极悟饭普来了。またけさせや。究极悟饭也该来了吧？ファイト！あ、来上がれ。あ、来上がれ。マジ？お、来た。自分以外を信じないお前に。大特。俺は負けない。大特有没有抽过？我忘记掉了。消えろ。好像没有。俺は前のや。应该是没有。啊，牛，对呀，都是没有。哇，这样子就补到一张新卡。可是老实说，激战这一边呢，吼。
我实在是完没有录哎，那个宫斗啊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今天下午去打一场，然后打输，被打出来了。OK， 第二轮，哇，一轮就抽了这样久。可是这个抽卡动画花的时间很多，可是又很好看哦。不过可能是我平时抽很少了，所以不会像大家这样子看到腻。然后现在的那个加载时间又非常的慢，到底是哪里？わかんない。残念です。反正我就是对着悟饭去了啦。おら相手だ。お。压口的飞船，这一次有那个不同的动画可以看。哎，やべ！哦，第一次。ステイルカカロット。サンキューベジータ。ファイナル。是有？有吗？有料吗？哦，有料哎。好呗。だらしないね。まだまだやる。他第一个跳井，害我以为有什么好料。援護する。我瓦利达才这样子。天闪。OK， 我吃鸡。那反正就是把钻石这边10500钻。给抽到完，抽干抽净，没有东西的话、啊、那就下次再来。不过这样虽然说是不同游戏，能不能把欧气分化一下吗？消点消灾还债。是抽爆裂的九级悟饭就抽到很爽，30抽就出货了，这边都蹦到抽了，哇，宇宙空间呗，死个啦！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出来？还是这样子就没有了？只是单纯的宇宙空间罢了。哇 ，You can。オレギア、来たか？平和も調子に。プロジェクト来た、来た来た。僕が守るんだ。あ、哦、哦、这个也是还没有的。哎、nice！ 我的 Visual Gohan Team 可以啦。やった！いいよ。我等下就可以有多多的悟饭哦，又来马吉啊！这个是普通的 S， 普通的 Sparking， 哇哦，一奖可以吗？碎啦！啊，可是好像不会出来跳。OK，Nice。我那个超山出来好帅哦！爆裂的抽卡动画，虽然说近期九周年啊有更新新的，也是很爽啊。可是七夕呀、啊，全球活动，希望还会有更新啦，很不错哎，真的是好爽！这个至少抽卡方面是很爽的，画面感很足，然后让人有一点期待。虽然说不知道它是代表什么东西啦。保底大奖的会是什么马瓦干来，但是你可以加载快一点没有，我就是一直在讲着这个加载快一点的事情现在。哦啦马吉 OK，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特别，还是这边哦被殴打了。有没有来帮忙？这次没有，这次被轰烂。本気で来る。
这样看一下这一轮会不会有 sparking。不过这边他的那个水墨画那种风格啦，真的是很好看的。可是最近新的角色好像没有看到这个水墨画了，是不是？哇哦，这么的惨！这个好像是第一轮的十抽里面没有任何 sparking 角色哎。干嘛嘞？快点加载速度，跳一下！怎么每次轮到敌人你就要卡住了 ？OK， 等一下下一轮又是免费抽。奶妈，这样子抽不到东西吗？哦，神龙！咦哟，这个应该是有料了吧？神龙跳出来，那个体验过后，アルティメットご飯一つお願いします。来た！遊びは終わり。戦いはこ。仕方ない。あんたな。没有爆。だらしないね。我做这种我们玩不习惯的，就是会被骗，就是这样子。仕方ないです。マジ？そろそろ破壊する。哦哦哦哦哦！排除して。靠背。クーラー。啊，没有东西。机甲特战队，特维拉。机甲战队，哎，嫂子啊，呀，免费抽，还我以为看到那个龙珠会有不错的东西，哪里知道什么都没有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网是网线的问题吗？也太，我直接发生错误 ，what？ 买吗？这么你给我跳出来？哎 OK， 这个我刚直接跳过好了吧，还是我们只要看这一边啊，哦，没有听功，没有特别色的话就可以跳过了，其实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哦，又是北极大来帮忙，北极大上一次来帮忙好像有不错的东西了。チクショー！この私がサタンだ、ミスターサタン。哦，又是这个图，不是吧？那个不是二奖吗？那个副卡。まだまだ。手間かり。大奖完全不来耶。手間かり。哦。これがスーパーサイヤ人。哦，这一张啦吼，这一张蓝神龙，大家记得没有？以前2019年的时候，好像是2019年的时候是吧？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有跟那个都看联动在壁纸上面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啦，他的样子。可是就是只是官方在online 上面给图罢了，就没有其他东西了。还蛮久远的，如果那是的话，那张也是够久的卡了，抽到超级老的卡。如果是这样算的话，2019到现在是吗？六周年，24、23、22、21、20啊，对了，这样才一周年的时候嘛，才刚出的时候。我，哦，如果是的话，那个是超级老卡哎，这个我看我可以直接跳过了吧。嗨，我们，みんな。看一下我们直接跳过动画有没有好东西出来。哦啊，ご飯第一次拿到哈次ゲット，可以啦可以啦，接受接受。他们将这个限界突破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布马不是有是免费卡，那个布马每次跳出来感觉很好笑。布马做出这么豪迈的动作，应该说那些女角色，哦，不一样的天空。
行きますよ。不会吧？真的没有吗？骂鸡？哎呦，要花完了吗？ちょっと，还真的是，嗨嗨，早くコトリアンさん，这个是13还是14号？14、14还是15号？忘记掉了。现在是 step 4 step 5， 还有30抽，最后的30抽啦，到底有没有机会？我原本还想说前面的两轮如果可以出货的话，我还可以跑去抽一下果鸡大或美鸡豆了，结果完全没有啊，好惨啊。哦，红色天空五个 hot dog，上一轮好像是这样子，巴达克就跑出来了嘛。没有喂、欸。哦，半条命的那个弗利萨三嘛。到底要怎样？啊靠北！这个是旧的。来啦！啊！Leva, let's go. Leva, let's go. 哦，那个鬼神人，我好期待哦！爆裂什么时候会出他？然后带着悟空跟克林去送牛奶，跑跑跑！そろそろ破壊するか。そろそろ破壊するか。呀，哇，这个怎么感觉他出限定的几率好像比爆裂还低吗？可是暴力好像 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上下了。哇，最后的20抽。さて。这样基本上算是一万龙石啦。哎，一万钻石。啊，又要骗我了这边。可以跳过了吧。那个神那个龙族飞散。记得的话就请你把究极悟饭给交出来。おめえ、無駄な抵抗。父さん、来啦！この俺から逃げられるわけ。スラグ。殺しちゃうぞ。気の済む。哇，后面的那个，他后面的那个图很多都不错哎。抹殺する。殺する。さっさと片付けるぞ。真的是觉得出那个注目里面的那些限定啊，吼，好难哦。OK， 最后一抽啦，四成四败，一个贼，没啦，最后的啦。哦，蓝神，马吉，最后一抽，哎呦，金佛，马萨卡诺马萨卡，一 K， 第一次看到哎，有了吧？有料了吗？我靠呗，不要出来骗。哦，不会是三？你看三张 SPA 片，我就笑死哦。OK， 打！我靠！喂！喂！不是吧 ？SPA 片是很多啦，还是蓝神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的？哦，干，还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，骗我的感情。还没有什么好料哦啦，原来就这样子哦。哦，so， 谁呢？嘛，还有500嘛，还有500，我就给他抽下去吧。反正这个也留着也是没有用了，抽掉他。
让爱去到。哇，又是这一种啊，又要在骗我吗？我是不懂看啊，但是看到背景不一样，就会有一点点的想象。啊，比克有了的。啊，应该是没有料了啦，就是这样子，没了。我的你卡蒂鲁诺卡 ，OK， 妈，够了，真的是难抽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就全部10500的钻石花干花尽啦，就长得这样子。有啦，至少有让我补到一张野兽饭，可是也就那一张野兽饭啦。OK， 那么这个就是利刃的抽卡，可惜还是没有中到。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加马达尼，拜拜。